那个给大家录一个教学视频啊，有好多人在问我这个猴子怎么玩啊。然后这个铭文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铭文其实很简单的，按照这个铭文配的暴击一般都在6000到7000左右，知道吧？然后学会一秒三棍之后可以达到7800、7000多，知道吧？然后铭文具体配法就是兽魂和隐匿，第一套是主打一个暴击流呢，兽魂和隐匿。因为这个号没有太齐，你知道吧？然后那个红色配那个红月和无双，暴击流的猴子一定要打兽魂和隐匿，蓝色5个兽魂5个隐匿，红色是5个无双加5个红月，然后绿色配全鹰眼，这样的伤害比较高，这样是一个暴击猴的一个基本玩法啊。然后吸血的就是夺萃，10个夺萃啊，夺萃带满之后，吸血的效果会是一把中野刀的一个效果。然后就是鹰眼，绿色记住永远都带鹰眼，然后红色就是全换成红月了，就不用带别的了，这样的吸血效果也比较高。这就是一个猴子的一个那个铭文的配比啊。